国会扩权法案28号傍晚三读通过，议场内闹哄哄。放眼望去，各立委穿搭，蓝委谢龙介、王宏威、洪孟楷，绿委洪生汉、吴思瑶、沈柏阳等全是牛仔裤配球鞋。立法院长韩国瑜在院会结束前突然变身纠察队长。以后院会院长施政报告、施政总咨询，敬请所有的委员注意服装仪容，不要再穿牛仔裤球鞋。韩国瑜宣告周五新任阁揆，着容太师正总执行处女秀，服装仪容要整齐。第一时间，民进党立委苏巧慧抛出自己藐视国会球鞋，反呛国民党把自己呈配上立法院，连委员在会议期间穿着都要限制。身为一个院长，没有好好主持协商，却把精神耗费在看立委穿着。我相信啊，这个所有的委员都会一起来努力了哈，响应韩院长的这个做法。很多区域立委确实他们在跑行程之间。包括像布鞋啦，或者是牛仔裤，可能对他们俩是比较方便的，可能是确实需要一些弹性。只是院长韩国瑜不止一次纠察队上身，日前他也透露，05/17冲突前，他曾与各党团讲，要先罚写100遍，保证不打架。5月17号冲突之前呢，我就有跟几个党团讲，今天我当小学老师啊，你们党团总召先回去罚写100遍，我保证不打架。罚写100遍之后，我再开始主持会议。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必要。对，因为不拉他就好了。有点无法理解，好像没有必要这个样。院长请立委周五别穿牛仔裤，这要求恐怕也让外界认为韩国瑜会不会管太宽。三立新闻徐兆伟、罗佩、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